咁啊，喊妈咪！睇嚟最近做紧特价喎，奥利系列全部六折，万宁牌芦荟啫喱500毫升8.7，超平。要照灯 DIY 夹贴65.9，body lotion 18扣起，碧派精华6折50.3。原来呢边万宁吉祥物唔系猫，系熊仔，仲俾人封住个嘴，好惨。韩国棉片61.6，港币102，都平过香港。香港好似要138蚊。润唇膏第二件4折，面膜都系第二件4折，卸妆湿纸巾22.4，黑头贴8.4，即系13蚊港纸到。呢个平过香港，香港最平见过19.9咋。法丽5.3油膠液，迪露14扣起，苏跑9.3，舒适达牙膏11扣起，椰饮都做埋，椰青水2.8，女性洁肤液24扣起，鸡精5扣1支，卡通胶布8扣，干果4扣，润喉糖3.4，洗面机都有，防晒29.7。曾经泰国网红系列呢边85折，面膜24.9，血压计最平150扣，万宁牌化妆棉5扣起，棉花棒2扣起 ，L'Oreal 精华6折，最后买咗呢两样，今日就同大家睇到呢度啦，多谢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见，拜拜。